今日整个屯门市广场都企满晒 fans， 镜粉404通通都嚟晒呢度支持偶像，睇下呢度有几咁虚撼啦！今日 Mira、Era 喺屯门市广场出席 Viu TV 夏日电视上记者会 ，fans 寻日已经霸定位噶啦。当佢哋两队人出场嘅时候，现场嘅尖叫声啊，真系嗌爆晒所有玻璃啊！我哋同佢哋做咗一个简短嘅访问。我哋都一贯嘅作风啦，我哋夏天三十几度都系着长袖噶，我哋。同埋好讲缘分嘅呢啲嘢，要老嘅时候就一定要老噶啦，唔使老嘅时候就尽量唔老啦。有咩感受？一嚟好开心啦，因为见到大家都好雀跃啊，见到我哋每次我哋出亲嚟咧都有好大嘅欢呼声，欢呼到我哋咧入到休息室嘅时候咧都有少少耳鸣啊。所以其实系好多嘢，大家咁支持我哋，山长水远嚟到屯门呢个地方同我哋一起做呢个活动。因為知道今天的時間都很早，然後他們就昨天開始，其實昨天都很早的時間就開始來爆位排隊，其實很感動的，還有屯門都遠了，希望他們可以之後就 enjoy 看奧運，完了我們這個 live show 之後，我們今晚都還會有個表演的，在電視上是不是記住找山啤、啊、記住找山啤、啊、我們一向都是堅持是做自己，然後是做好自己的電視就可以了，是不是老三？老三說是啊，我們老闆說好耶 Viu TV 好耶都冇啊！大家唔使擔心，因為其實呢幾，尤其是呢幾日，大家都有 message 啊、留言啊，有好多大家都關心我、支持我嘅説話。咁而家都係專注翻工作啦，同埋其實今日見到有咁多 fans 嚟，即係好開心嘅，即係個感覺好似係大家一齊好耐冇見啊，即係做節啊，做節啊，今日又係啊，即係同埋個感覺今日同 fans 嘅距離好近咯，咁所以係好開心嘅一件事。系啦，我哋 Era， 总之就系希望捞晒全台嘅体育节目啦，系嘛？系，好开心啊！多谢佢哋嚟支持我哋咯，咁辛苦。之后有啲 fans 咧要排通宵，咁就佢哋都好乖啊！见到佢哋好守秩序，冇嗰啲推推拱拱啊，整爆玻璃嗰啲，好感恩，多谢佢哋。系啊，我谂唔系斗嚟嘅两边，即系我谂大家都爱护大家 Feel TV 嘅人嘅。Era 嘅 fans 又中意 Mira，Mira 嘅 fans 又中意 Era， 系嘛？我以为佢一路嗌紧启华嘅喎，系啊。喂，咁你真系错晒，你依家好错啊，大佬。两台大姐有冇信心、啊？有冇信心、啊？我哋都系做好自，我哋做好自己嘅啫。我点样睇啦？我觉得我觉得佢，我觉得佢因为惊会讲错嘢，所以唔够胆讲。咁我就帮佢讲，我哋系做好自己，真系冇理话边个台收视好啲嘅。总之做好自己，就自然多人睇咯，好正常嘅呢件事。我想尝试用第三者嘅角度，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啦。我哋都系或者喺奥运方面，我哋播紧咩项目嘅时候，可能两边唔同啊嘛。始终我哋 Viu TV 艺人都系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啦，即系我哋新人嚟嘅，冇话同到人哋比，因为我哋都系啱啱开始娱乐圈，我哋都系努力做紧自己想做嘅嘢咯。咁我哋第一次接触呢个奥运，其实好开心，感动有呢个盛事可以接触到。全力以赴做到最好，好嘢！今次有啲难度啊，因为今次系水着啊嘛，咁我哋本身水着四个人已经输蚀咗先。平時我哋要收埋好多嘢喺身啊嘛，著水著我哋得翻條底褲，唔知可以塞。喂，先，水著唔係著底褲，你搞清楚先嚇。咁嘅意思咯。OK， 皮底我唔知你平時睇咩啊？佢睇嗰啲 AV 嘢，唔係水著。我覺得 Viu TV 我覺得公司今次要正視一下我哋四個咧，但鬥十二個咧，其實點解我哋之前要矛咧？其實試完係我哋根本就體力不計。即係玩完一日之後咧，第二日要即刻嚟啊嘛，其實冇可能玩到，因為嗰啲腳啊、手啊、腰酸背痛咯、啊。咁你知啦，冇得 claim 翻嗰個按摩錢噶嘛。咁啊，即係第二日咪唯有出茅招咯。咁啊，少啲體力啊嘛，你明噶？係啊，即係佢哋十二個人輪流喎，我哋四個人要不停咁踩喎，都真係攰。